北卡罗来纳州当地媒体 W R A L 报道，根据法庭文件，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二十八日枪击案死者身份正式为该校应用物理科学系副教授颜思杰 C J y n 三十四岁的中国博士生齐泰磊 t i A T 被控一级谋杀及持枪进入校园等罪，今天过堂。颜思杰是齐泰磊在北卡大的指导老师。 昨日枪击案发生在该校克劳迪尔实验大楼 c a u d o Laboratories） 的一百五十九号实验室，即颜姿杰的实验室。颜姿杰具有华中科技大学学士学位，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材料工程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 接受博士后训练，曾任克拉克森大学 （Clarkson University） 助理教授。二零一九年加入教堂山北卡罗莱纳大学物理科学系。 延伸阅读：开学第一天，华人博士生在美国校园枪杀了华裔导师。来源：新民周刊。北卡开学第一天的枪声为何而起？还是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吧。这两天，美国许多大学开学，许多学生兴致勃勃的来到学校，没想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唐山分校在昨天八月二十八日却枪声骤起，不少学生听到了多声枪响。 有人吓得抱头藏在椅子下面，还有的直接跳窗逃跑。教堂山北卡罗莱纳大学枪击案死者身份正式为该校应用物理科学系副教授严子杰。两小时之后，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嫌犯已经逮捕，是一名中国留学生博士生，名为齐泰磊 （TAT 音译）。一名华裔教授死亡，网传为嫌疑犯的导师，PI 等于 Principal Investigator，严子杰 （ZJ n 据悉。 严子杰为该校副教授，本科与硕士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曾在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校方表示已与遇难者家属取得了联系。学校方面取消了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两天的所有课程和校园活动，并随时为在校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工作。目前，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尚不明确，尚未对嫌疑人提出正式指控，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很快，这条新闻快速登上各大媒体。关于嫌疑犯的身份信息也得到进一步披露，人们不禁深深窥探这位出身贫寒的名校精英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曾是复读考上名校的励志典型，齐泰磊。二零二二年一月来到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唐山分校应用物理科学系，在该校担任研究助理，是严子杰研究小组的成员。根据其领英 （LinkedIn） 资料显示。 齐泰磊于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五年在武汉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在苏州新材料研究院担任研究员，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一九年他在南方科技大学担任助理研究员，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一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二零二二年来到北卡罗来纳大学。一个简历如此漂亮的学术精英，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由于事发突然。 很多人都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艾登 （Aden s t o u t 是齐泰磊同一个研究小组的同学。他接受采访表示：“我从来没想过他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他总是很安静，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他看起来都很好。我看到网上出现他的照片的时候，特别震惊。”上个月，齐泰磊还在推特上说想结交一些新朋友。我是一名二年级博士生，对纳米粒子合成、光捕获、自组装。 光谱分析和机器学习感兴趣。再翻看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帖，似乎与一般的留学生无异，无非也是自制一些家乡的美食，缓解思乡的味，又或者对自己的学习生涯略有抱怨。我觉得我的隐私受到了侮辱，他们都说我懒，给我的 PI 告状，他们只是想控制我。可是当我和我的 PI 说这件事的时候，他又说没人找过他，所以这些人只是有偷窥癖吗？ 有眼尖的网友挖出了齐太磊当年参加高考的报道。原来齐太磊出身河南的封丘县大沙村。二零一零年，他复读了一年，考取了六百二十四分，和当时相差两岁的弟弟同分。兄弟俩的家境贫寒，当年上大学还受到了多方资助。在如此不易的环境中，一路发奋读书，最后来到了美国北卡大学读博士。应该是个勤勉的人，却被同学们抱怨偷懒，到底发生了什么？ 校园被捕。当地时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十七分左右，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官方账号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则警告：校园内有武装分子，找个地方躲起来，不要靠近窗户。警方传来的图片显示，化学实验楼一层的窗户上有弹孔。下午两点三十五分左右，警方发布了齐泰磊的照片，表示他是武装危险人员嫌疑人。看到他的人都被要求保持距离，并且拨打九幺幺。 下午四点左右，警方在北卡罗莱纳大学附近逮捕了齐泰磊。警方宣布校园恢复安全。严子杰的尸体在化学实验楼一层被发现。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纠纷，让齐泰磊举枪射杀自己的导师？目前还不得而知。北卡罗莱纳州州长罗伊·库珀 r 库珀 Cooper）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是开始新学期的悲惨方式。” 州政府将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来支持北卡罗莱纳大学社区。美国的校园恶性枪击案件并不罕见，华人留学生枪击案的悲剧也发生过多起。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二十八岁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枪杀三名教授、一名副校长以及同为博士留学生的同学，重伤一位秘书，随后自己引弹自杀。这起跨国校园枪杀案。 从开始到结束，仅仅十二分钟，原因竟然是一向学业优异的他觉得遭到了导师的不公平待遇。究竟北卡开学第一天的枪声为何而起？还是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吧。